雨姐，好美。宝琦红的发紫，你看都穿紫色。蓝呀蓝，蓝是光明的色彩，代表了自由仁爱。当太阳照到大地，你看见了蓝蓝的晴天碧海。要分代表了堕落沉沦，当黑夜笼罩宇宙，你小心那黑黑的深渊陷阱。这是个什么时代？社会为什么给了我们来，还要给我们黑？认清楚蓝的珍贵，不要被黑暗迷醉，留住更多的血和社会为什么给了我们来，还要给我们黑？认清楚蓝的珍贵，不要被黑暗迷醉，留住更多的血和好棒啊！哎呦，一位帅哥，谢谢。哎呀，哎呀，你要给大家看到嘛，亲亲也不看，再亲去再亲一次，过来这边，不能给人家随便乱看。哎，好好好，尊重他，再亲一次，要求嘛，来。哎呦，好好好，看到这他的爱人，他的爱人，还有一名人要献花的，爱人同志啊。宝琦，我们以前开很大型的演唱会都是你赞助的。哦，那是兴趣喜欢。你就知道她跟她的老公这个爱人，他们都是喜欢歌唱的企业家哈。那你们主要的这个主打品是什么？我们的营业项目在生意上是做大宗物资。大宗物资，对，油品类的。啊，油品，有没有橄榄油啊？哦，那个利润太薄了。啊，那个利好薄。想开一点油都不行，你看他，啊？没有，老公不能随便上台，你知道吗？老公的台要独唱会。好好好，谢谢宝琦，谢谢宝琦。